新大人晚去一步。啊？宣佳莹，宣佳莹，宣佳莹怎么了？怎么样？啊？全军覆没了。这二人是为国捐躯，朕应该好好封赏才是。朕把这件事情告诉太皇太后去。太皇太后他老人家怕是会着急啊。那还是要说的，毕竟宝宁现在需要家人陪伴。是